这个机柜呢，从能力上来讲，它涵盖从人的系统、骨、心血管、肌肉，大家都比较熟悉了三大系统，包括脑等等各方面的生理机能，到细胞学机制研究，所有的测试、安装、家电这些目前都正常，为我们开展实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